文娘，不管你即摆倒倒来啥物目的，你拢袂使因为伊来较有为失用，你知无？安娜，敢讲你对伊也旧情难忘，也想要离开有为，倒转伊的身躯边？阿妈，我无安尼想啊，我嘛无可能对有为做遮尔残忍的代志。迄天我无去车站，迄是因为小静伊向阳分去，我毋才会送伊病院。哼，伊阁真够找时间奋斗啊！好啦，这突然间发生的代志哦，阿妈袂怪你啦。不过会记哦，后摆绝对袂用安尼哦。你对小青哦，绝对袂使有留恋，那不会影响到你甲有慧的感情，知无？我知啊。心头了好在，阿妈哟，小青哦，栽进腿。要有小青的电话无？你敲电话给伊，讲我要找伊。你知影伊回来啊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已经知影小青倒转来啊？嗯，我已经甲伊见过面啊。哦，啊那安尼文娘甲有慧的代志，你拢讲好知啊？自头到尾拢讲过啊。真好，现在我阁讲一摆，春莲，我知影你甲小青是好朋友。我无反对，也毋过公反公，私反私。文娘甲有慧在我心目中是上速会一对，你毋通加管两下事。想要让文娘甲小青两个阁和好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啊，再毋着敲电话。喂，小静哦。厝内底还袂整理好势，啊嘛无啥物件通款待。咖啡我煮好啊，我正泡你啉吼。免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阿嬷，歹势啦，应该是我今年才对，无应该让伊扫起出来。哼，当初你要离开的时阵也无交代。即摆倒转来，唔还免通知我？我想无呢，你这款查某囡仔，哪会这么自私，这么骄傲？家己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拢无考虑旁边人的想法，旁边人的感受。阿妈，我知影你真气，我讲我无讲一声就离开，害文娘受这么大的伤害。你这样听文娘，气我嘛是应该。是的，你无需要甲我下是的。你待离开啊，你就永远莫去倒转来嘛。我们娘即摆已经有女朋友啊，你莫去出现伫伊面头前来对伊刺激。我甲你讲，我绝对袂当允准你，搁一摆来伤害我娘。阿妈，我从来都无想要伤害你。我了准，我即摆转来，我娘会真欢喜。现在已经有女朋友啊，即摆知影嘛袂上班啦。我坦白甲你讲，蔡有为才是我张秀基理想的新媳妇。即摆有一挂代志，我也无法度解释清楚。啊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今日我会回来，是因为我一直还阁爱文娘的。爱文娘。你若爱，你就袂使伤害伊啊！理由真简单啊！而且阮文娘即摆已经为悲伤中行出来啊，你若莫去出现伫伊面头前，对伊一摆刺激，莫去伤害伊好无？
哇，头家，人足多呢，搁排队呢。他睡机啦，不在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干嘛？他给你。哎呀，你来啊！就无闲的来斗三工啦。哎，拄下完怎？无啦，无安怎啦？姐妹，你看，今麦不是下班时间，算有遐济人来捧场，但是个伊嘛活动一定足成功诶。这拢是你的功劳啦，多谢你。好啦，麻烦你讲。来，我给你斗三工。好。来这么多，谢谢。来两个。来哦，我是管理员陈志辉，多谢大家对这个活动这么捧场啊！买一个鸡肉饭，就当帮助一个贫困孩童，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呢。嘿。小朋友的生活若过了幸福，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啦！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尤美小姐，你哪会来啊？我是陈议员的助理呢。啊，议员在做善事，我哪会当无来，对吧？阮是你请，钱拢会捐出去，好，拜托你大家多多支持哈，这是单机会服务处举办的义卖活动，大家加油，支持哦，下我来。阿妹，你创啥啦？红赞鸡肉饭啊，阮是替单议员做爱心哦，吼，食鸡肉饭做爱心哦，来哦，食鸡肉饭哦，做爱心。虽然叫阿嫩啊，不过我不是嫩咖的哦。该硬的时候我还可以很硬。阿嫩啊，拜托你卖过去，要多少工啊？啊，不过因点去啊？头家娘，做你的代志。来，再去。快点嘛！我卖红来你办公啊，我先来走。好好好，放较轻松嘞吼。阿叔，这边有什么代志？馆长，啊，这张 DM 是县府的员工发送给我，啊，你。
啊，因日子也毋是咧偌好过啊，还佫要办这义卖哦，我嘛真有心哦。嗯，我嘛想袂到讲，伊会办这款活动，啊，真正足有爱心的哦。是真有爱心啦，啊，人较歹命啦。啊，是讲人因这做小生意的，就安尼有心要出钱出力，啊，甲互咱知影，咱嘛袂用结点点来甲赞助者。妹妹完了呢！哎，阿奶啊，买啦，算是头家呀。好啊，恁做你的代志。馆长，你看，大家拢做有爱心的呢。我两个，来，对小弟爱心哦。我带囡仔感谢你，谢。你最大哈。你看，老家最乖啦。谢，我改了。哎，多谢你哈，真心太贵。关键。那鱼卖啊，生意卖歹，搁一个人捧场。嘿啊，好啦，真侪哦，摕到阮的 DM， 就转过来过来啦。哎，馆长，你嘛摕到阮的 DM 哦？我都见面提我啦。啊，上奇怪的，啊鱼卖是恁办的，啊顶头那写酒的办公室。是安尼啦，啊丽丽就用我办公室的名义来做好事，伊是出钱，搁出啦。上重要是为着囡仔啦，用什么人名义名义重要？真好啊！你真捌代志，你甲你妈生活过得啊，搁真辛苦，啊，得要知影要安怎样为人设想，为人付出，回馈社会，实在真有爱心。来来，阿冷啊，还要创啥？你来当啥工？啊！馆长，来遐坐。哦。馆长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啦，《劲爆周刊》主编王静芬。好，馆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讲哦，今日这个活动，若是有伊的宣传哦，搁较闹热。好，多谢，多谢你肯来甲弟弟斗宣传。没啦，我看标题拢就想好啊。什么标题啊？就是台湾甲鸡巴粉西施爱情修成正果，善心一举令人动容。再看。多谢你。你哪个笑咧？行啦！过来啊，爸爸！哦，啊，看到人够遮济啊！是啊！哎，关注啦！哎，关注啦！哎，王先生，我介绍一下，这议员的爸爸跟妈妈啦。您好。真无简单嘞，甲后生安尼请甲遐壮才啊！这位啊，这回哦，丽丽甲你办这个义卖吼，办了真成功，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吼，伊将来会顶红仔啦。啊，我看哦，你这义卖来办煞，有哩婚礼煞办办了，人因两个留了后要结啦嘞，这点煞写落去。当然哦，这是大喜事呢，我一定将这件代志写在报道内底。陈志辉拢已经做议员啊，赶快要娶到恁大汉、得卖鸡巴饭的女朋友，这么深的感情，真正足让人感动的。我相信这报道出来了后，所有的妇女选票一定都会投给陈志辉。多谢。所以我就讲哦，丽丽伊会点红色啦，得无秒啦。啊，天来的啦！啊，当阮后生才壮仔着，啊，伊少年人的代志吼，阮做爸母的嘛不方便插手，一切看因份啦。今仔日义卖吼，来，大家发挥你的爱心。
来，你还没来？咱姊妹代志还说明个关心者哦。哎，好，给阿这个空看我也是。喂，小金。无聊，你今仔日无闲闲？啊，有啥物代志啊？你敢会过会记诶，咱定情诶所在？有一寡话，我想要当面甲你讲个清楚。稍等，我去遐等。我是因为跟小金讲个清楚才对。好啊，连袂咱搭小等。那呢，我即马出门。打电话给你，啊，不过你拢无接，安怎？搁在生气啊？我那是气久哦，我即摆已经吊破气啊啦！你讲我是毋是搁在生气？因为歹势哦，我知影是我问题啊。啊，无然你我再请你食饭，好好甲你陪坐好无？啥那毋是今仔日，毋是即马？啊就临时头拄仔有客户打电话来，我即马要赶出去。啥物客户？你无实在讲啊，你也唔知啦。无啦，有话我即摆真正有甲你赶时间，明日我才好好甲你解释清楚。无聊，无聊，无聊！真正够过分的，三句话就想要甲我打翻。你是不是袂记我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你是有健忘症、有老人痴呆哦？真正是要甲我气死！请你后盖永远永远莫阁怀疑我对你的用心了。规日分量已经出去，我们无心情上班，要翘班，大家来翘班啊！大手做咱见证，你心疼我袂啊？我就专今生今世至死不渝。这风铃送你，嘛当作是咱的定情信物，嘛代表我对你一世人无私。我挂你家的风铃，你知影还搁伫个无？
这三年来，我常常家己一个人伫这个所在。可是张秋华讲，你已经离开，你永远袂阁出现。不过其实我心肝内，一直唔忙你会当阁出现。一直到前几工啊，我才下定决心，要甲你彻底放互袂去。文良，我是。刚我把你所有物件烧掉，要把你彻底放回去。你跟我骗我，你还是不敢那个感情，我哪？咱的相片，那是因为有苦所指我，啊，若无人家的相片都全部烧掉，你真正这么怨恨我，我敢一定爱我为你的世界消失，爱你有偌深，怨恨就有偌深。假使这是我伤害你的证据，那安尼我希望刀锋吹散。好不好？既然风吹散去，就当作咱两个过去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歹势，我即摆已经有女朋友啊。我嘛真心祝福你，你会当找到一个甲你真心相爱的。等我回来，小姐。文雕，至死不渝。
今生今世，至死不渝。这个公允词，这是我离开台湾前，一个人搁走来这个所在，甲你送来风铃，挂伫个树仔顶。迄个时阵，我甲树仔讲，若是我会当搁回来，这风铃还搁伫个，安尼就表示咱的缘分也袂断。安尼，我嘛是很对你的约束。这风铃送你，嘛当作是咱的定情信物，嘛代表我对你一世人的约束。一再相逢，那呢，都会是死，才有可能再抱我离开你的身边。小金，你回来了。孩子，我现在女朋友是有苦，我袂安尼做。我心这么乱了，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我的情绪。要紧，我会等你，我永远会等你。我就是要生气，
今天就生气，我会出门呢，我这辈子不是出门啊，请你个登天明啊，搁爱请阿兵搞我进过，对啦，你搞我进过，谁管你个下药，破事是真好看，那敢无比我破事好看有啥路用？啊，无你到底要安怎做啦？到底要安怎弥补你啊？弥补？你准备半年前就叫我迄啥物？什么金？小金哪丢啦？我出门去，小金进去啦，安怎？你是安怎啦？啊，饭也不爱吃，啊，边个房间还在写窗啊？紧开门啦！阿强，尤美啊，啊，恁爸爸去遐鸡肉档，去遐义卖，这也无什么唔好啊。啊，你何必就去安尼？你问伊啊，看伊伫遐讲啥？啊！我伫遐学了，讲丽丽又真捌代志，啊，真有爱心，啊，是倒位咧唔对？啊，你家己咧？啊，那无啥。啊，敢会想袂开啊？尤美啊，恁爸爸学了丽丽，迄是因为咱丽丽吼有咧做善事啦。啊，爸妈嘛知影讲吼，你真有爱心诶，你嘛是有机会会当表互恁爸爸看，莫生气啊啦。讲来讲去哦，你拢徛在爸爸那边啦。讲来讲去都是那套，我听阿舅烦的呢，别再来烦我好不好？哦，无出声，无出声就表示讲无代志啦。爸，别甲苦劝啦，伊会怪你天咧咧，拢嘛是为陈志伟。伊哦，即摆规个头壳拢干爱情啦。阿强啊，有爱情啊，就当无爱提亲情是？兄弟姊妹、爸母咧，甲你讲啥，咱拢莫听。你哦，头壳唔知咧想啥啦？家己好好想看，别看你啊，对啊，对啦。咱阿咧爱伊好，啊，颠倒，互伊怪，讲咱咧为别人啦，啊，都唔知要安怎做，伊走，我都体会咱这做老爸的心情。哎呦，卖气个安尼啦。我停在了啉吼，我感觉是讲安尼教育遐尼失败啊！啊，伊安尼这不受教，啊，家讲伊安尼硬嘴硬舌，啊，家己拢唔知好检讨。唉，咱这两个查某囝吼，感情拢袂顺利啦。啊，有咩咧，互咱气心落命啦？啊，有去啊咧，咧互咱咧烦恼啦。啊，咱这两个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回来啊！啊，你闲哪啦？那面色还歹看。贤嫂，啊，文良搁咧袂拄好。啊，是安怎？你唔着讲，啊，你无讲，爸爸要哪会知啦？来来来来，遐坐遐坐。行啦，优惠啊，你唔通安尼哭啦，爸爸妈妈唔甘呢。我跟我娘给生我，啊，哪发生这种代志？啊，甲别大家的代志，你该冤家，啊是讲？尤惠啊，你囡仔的事，伫外口若甲人冤家啦，互欺负，受啥物委屈，转来看到爸爸妈妈，你就哭甲骂骂叫。虽然即摆大汉啦吼，感觉。那受什么委屈，做你哭不要紧，哦。阿妈妈，阿弥陀佛。尤惠啊，尤惠啊。
掉啊！先莫插伊啦，互伊冷静一下，啊，再找一个机会，甲问我清楚啦。你以为到底是咧创啥？卡手机也唔接啦，一直到今麦阁未来上班。哎，麻烦你，明明蔡一回来上班的时阵，才通知我一下。请假？哦，啊好，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卖滴我，伊女朋友倒来，伊还敢拿你甲我做伴？一定是无良家，咱卖食。有会，你的电话一直连麦不爱接啦。哎，文娘呢？我替你接哦。哦，你是咧？啊，你目睭哪会遮肿啦？搁乌咧较重，你才一暝无睏就现出原形啊！你唔惊你今晚呢去予李文娘看就甲伊惊死哦？好啦，紧起来，准备去上班。我不会啦，我人无爽快，你出去啦。哎，蔡有会。难得我白插你。哎，有位啊，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听爸妈讲，什么你跟文良结束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啊唔紧讲，结束就是分手，就是完蛋，就是跟我问啊，这个简单意思，啥物通我问的啊？啊，我当然嘛爱问我清楚，才会当替你想办法啦。你甲阿嫂讲，分手是啥物人先开嘴？啊，若是你哦，就较简单啦；啊，若是温良哦，就比较较麻烦。啊，不过嘛袂要紧啦，啊，咱女朋友冤家冤到要分手嘛是正常啊，无遮严重啦，莫袂输到咱世界末日嘞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你无想要讲哦，我就莫甲你勉强啦，我去找爸妈来甲你讲啦。哦，莫哭啦。爸妈，尤惠啊，唔通安尼啦，啊恁妈妈唔甘呢，啊尤其是恁爸爸啦，啊昨暗半暝啊，我咧找无人，啊出来才看到讲恁爸爸伫恁房间门外口，想要甲伊弄门，佫唔敢，啊规暝吼，伊拢烦恼啊困袂去呢。阿妈，是的啦，我替你烦恼。那感情的代志吼，阮是无法度插啦。但是看你哭啊，我实嘛真唔甘。啊，到底是安怎由你讲啦？妈。我都为着这个代志哦，啊，他安尼有啥好搞？啊，转来就转来，你惊啥？对啊，啊，他转来就转来，哪有要紧啦？啊，他进前天明嘛是去倒转来找你，啊，哪有好？结果你嘛是含文娘斗阵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天明甲小金无共啊，文娘敢那就爱小金的。若不是小金离开，已经结婚啦。啊，你家己不是讲啊，文良甲迄女朋友迄代志已经拢过去啊，伊即马爱的人是你。啊，你对家己嘛咧小可有信心一下。咱是生娶，不是生娶，啊，唔通啊咧小可代志就娶咧等啦，嗯。
对啦，啊，若是讲较早旧情人，搁再出现，啊，就来放下即卖的爱人，嗯，啊，毋着天下大乱。啊，不过我这拄甲无想做伙呢，伊一定较爱小金呢。伊较爱啥物人哦？这伊家己才清楚，你莫在么咧乌白要啦。来，我咧讲，做你去上班，直接甲伊问好清楚哦。那我娶无上的查某囝吼，无你讲未曾拍家己先倒去啦。